原来你还是厨子。你看到的东西，是你的美梦还是噩梦？我的父王跟我说过，我的厨子之身应该要给一个王。我从来都没有忤逆过父王，这是唯独的一次。为什么要来？你可以不来的。 黑暗追随黑暗，我追随你。可我的心中长出来一个伤口。 一个永远都不会愈合的伤口，就是我送给你的礼物。今天的月色好美，可我见不到光明。你没有发现？ 它在一点一点变温暖吗？他有主了，帮我去救恒河，这是我找你来的目的。 我要做他的主人，这是我的条件。